怎么唱的？怎么唱？我在听英文说他曾来过、哎、听一下啊等一下快点再来一下好来 3, 2, 2、oh. 同学像手鼓一样你就打个翻译都没打到自己协调一点好不好好那这样子好不好我唱我帮他唱前面哦、我在听新闻里面说，哎，不好意思，你怎么了？阿娇，怎么回事？阿娇，来，中间请，中间请。亚瑟索，再高。接下来薛之谦来。之谦，薛老师，来，准备听鸡嗓子。呀。亚拉索，那就是心脏。等一下，有毛病啊！这是女生的 key 啊！这是什么？我看到了好久不见的雪狐，还有陆森。这有一个做到现在仿佛没来过的邵露丝。赵露思都被蚊子咬了，说多久没动过了？其实我很少破防，但是在火星破防过，是不是？对。啊！啊！我特别喜欢舒老师这个《火星人来过》。我在听英文说，他曾来过。哎，等一下啊！我就知道。我是雪芙，以前是副局长，但是韩哥不在之后，我就变特工了。哎呀！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片吐司，让我超破防。然后穿到中期的时候，然后我就叫我，然后雪芙每次讲完以后，跟她的名字一样冷得要死。你还没有别的比这个更无聊的故事吗？哦，我有一个又让我破防的故事。雪芙。你们来讲笑话，其实我跟雪芙姐是来阐述的。其实我很少破防。那请坐吧，谢谢露丝。那么接下来讲完了 ，OK。但是在火星破防过，是不是？对。哦。因为火星是我第一个接的工作。你在火星之前从来连任何工作都没做过？对，那是我签公司第一个工作。哇哦，那很不容易哦，出道的。对，哎呦喂，我看到了好久不见的雪狐还有陆森。这有一个做到现在仿佛没来过的邵露丝。赵露思都被蚊子咬了，说多久没动过了？其实我很少破防，但是在火星破防过，是不是？对。啊！啊！我特别喜欢舒老师这个《火星人来过》。我在听英文说，他曾来过。哎，等一下啊！我就知道。我是雪芙，以前是副局长，但是韩哥不在之后，我就变特工了。哎呀！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片吐司，让我超破防。然后穿到中期的时候，然后我就叫我，然后雪芙每次讲完以后，跟她的名字一样冷得要死。你还没有别的比这个更无聊的故事吗？哦，我有一个又让我破防的故事。雪芙。你心里还惦记着火星情报局是不？我早跟你说过，火星那么多优秀的喜剧人都在上面失过手啊，更何况火星3年没录了，现在局长也不在，
你连这盾牌也防不住有人喷你啊。而且听说现在有三个副局长，那竞争多激烈，薛之谦话那么厉，杨迪梗那么多，我说话你现在都接不住，你还接梗儿，到时候人家都说我老伴儿不好笑，我这老脸往哪儿搁？你去火星，你去华莱士冠名的火星情报局第六季，人家是拳击配汉堡，华莱士吃好，我看你是不想好，你就在这个快乐星期五让我不快乐吧。你今天要是走了就别回来了。返聘开会，工资翻倍，翻倍，翻倍。JK 已经出发，光速正常，遥感正常，请全体火星特工立即出发。杨丽收到，立刻出发。奇怪了吧？不奇怪，火星情报局就要回来了，你看到什么都不应该感到奇怪。